家，我是小汤圆，赶快让我姐姐订阅数破10万哦！赶快订阅她，帮她分享出去哟！订阅数破10万后，我就要跟我姐姐一起录影喽！拜拜，穿帮了啦！大家好，我今天要来跟你们一起开箱试吃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我在网络上买的韩式石锅拌饭。因为我本人非常非常爱吃韩国的任何食物，什么部队锅啊、寿司啊、炒年糕这种我都非常爱吃。那尤其是韩国的饭类，就是这种石锅拌饭，我真的非常爱吃。然后我就上网找了一些石锅拌饭，我就找到这个。然后我发现要做起来的方法好像也蛮简单，很方便，所以我就想说买回来跟你们一起开箱试吃，看看它跟外面买的石锅拌饭味道会不会一样。好，现在时间呢是下午2点，我还没有吃饭，所以我现在肚子非常饿，也非常期待，就是它会是好吃的东西。那它这个做法呢蛮简单，它就是打开夹链袋，然后拿出里面的酱跟汤匙，然后把热水加到这个袋子里面的指示线，然后等待8至9分钟，打开夹链袋，然后加入它的酱就可以吃了。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做这个石锅拌饭。Hello 大家，我现在又在我家厨房了，那我们现在直接来开始做吧。他说是先把这个夹链袋打开，然后取出它里面的汤匙跟酱料。打开它里面真的是一粒一粒的那种米耶，好酷哦。然后里面有酱料包跟汤匙。好，给你们看一下，它打开里面呢就是这样子，很像那种还没有煮的生米，然后还有一个调味包跟一个好像是芝麻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还有附一只汤匙。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热水加进去，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吧。好，大家，我刚刚帮它加了热水，我发现它那个味道整个都出来了，它有很香的那种牛肉胡椒的味道。然后我买的是牛肉口味的，我记得它有蛮多种口味的。好，那它泡完是长这样子。那等大概8至9分钟之后呢，我再来跟你们一起试吃哦。Hello 大家，我回来了，现在9分钟到了，所以我准备要把它打开了。我现在超级无敌期待的，真的很香，而且你们看，完全熟成片饭了，你们看，好烫，好烫。好，那我现在要把它的酱料包都倒进去了，是这个。这个应该就是韩国那种甜甜辣辣的酱，这个黄色的酱，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好，我现在要直接拌这个饭给你们看了，看起来很好吃耶，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很香，我觉得闻起来真的有外面石锅拌饭的那种味道。好了，我现在完完全全的拌完了给你们看，我觉得它把它倒出来就真的很像石锅拌饭耶。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回房间试吃吧。Hello 大家，我现在回来了，我的石锅拌饭做好了，它真的很香很香很香。如果你闭着眼睛，你会幻想自己坐在那种韩式餐厅，然后吃着石锅拌饭的那种味道。那我们就直接来试吃第一口吧。好，第一口先给你们吃，来啊，来看一下，第一口上面有牛肉、有葱，然后有胡萝卜跟白饭，再吃一口。很好吃，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我的白饭煮太软了，它有点像是石锅稀饭，就是不会到非常非常软，也不会到那种很恶心的口感，不是，它是很像白饭，然后煮太熟就会变得有点软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吃比较硬的那种饭，不好意思，我边讲话边吃东西，你们体谅一下。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硬的石锅拌饭，然后炒一炒会有锅巴那种，可是这种吃起来就是石锅拌饭的味道，可是它的白饭有点太软了，就是稀饭那种感觉。它的酱料甜的刚刚好，辣的也刚刚好，就是它会有一点点辣，但是不会让我到喷火的那种。好，我们再吃一口。而且我觉得它的牛肉很好吃，因为我是买牛肉口味的。要不要吃啊？嗯，好好吃。我记得我上网看有4种口味，好像有泡菜，然后什么 cheese 口味，然后好像还有什么猪肉、牛肉，反正我买的是牛肉口味。如果你们有想要买的话，我再把网址贴在下面，你们可以去买。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是天生不会下厨，然后你爸妈常常不在家，你得自己去全家或者是什么隔壁买一些饭的话，然后你想吃一些韩式料理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因为它的做法真的很简单，你就是去你们家有那种热水器，然后你就倒进去，然后倒差不多到盖过它的饭上，然后等个9分钟就可以吃了，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微波炉跟任何的火都不用，超好吃，真的。
怎么会觉得我的吃相很丑？因为我本来觉得吃相太漂亮，吃起来的东西就会不好吃，所以我就很喜欢大口大口的吃。我管它丑不丑，就是要把它大口的吃完，很好吃。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要加一点 cheese， 然后稍微的拌一下，融化会更好吃。有没有你要吗？我自己觉得我吃东西看起来很好吃，因为我每次发吃东西的影片，然后半夜自己在看，我就会觉得天哪，我自己吃东西怎么这么好吃？而且我觉得它的分量啊，一个人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饱，因为我一开始看它的米只有一点点，差不多到这而已，我就想说应该吃不够吧，因为我食量非常大。可是我这样看，它这么大一包应该是会够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出去外面毕业旅行啊，或者是住饭店，然后就是真的很懒得去附近的超商买东西，你就可以直接带这个，真的很方便，你只要有热水就够了。好吃。但是饭真的有点软，我觉得可惜的就是饭有点软，然后我觉得应该要去网络上买那种石锅拌饭的碗，然后倒进去，然后稍微的再加热一下，就会看起来更好吃。而且它的牛肉超好吃的，它的牛肉不像是微波食品或者是泡面里的肉，它的牛肉真的很像是你去外面热炒店炒的，对不起，炒的那种牛肉。早餐店的红茶好喝。好，给你们近看一下，你们有看到牛肉吗？在这边，它牛肉虽然很小块，可是我觉得咬起来是很有嚼劲的那种，然后不会觉得像是组合肉或者是那种不好的肉。我今天故意用那个不掉色的口红，就是为了让我吃东西，然后不要口红不见，会让我看起来很丑，很没气色。好吃，而且如果你是怕辣的人，我觉得你也可以接受，因为它是有点韩国辣，是那种甜甜辣辣的，不是像那种泰国辣啊，或者是台湾的那种辣椒，是会喷火的那种辣。它这个辣就是让你觉得辣，然后稍微的提味，然后有一点点甜甜的，但它不会到太甜，因为我觉得那个韩式辣鸡面的那个酱就有点甜到我会有点不敢再继续吃的那种甜，那这个就不会，就刚刚好。那我应该不会在影片里跟你们一起吃完，因为我怕影片拖太长，我就是大致上给你们羡慕一下这个有多好吃。然后我记得我买下来好像加运费100出一点点左右，我不知道有没有到100，反正就是不会超过100多就对了。我最近一直疯狂的喷钱，但是我喷钱不是乱买东西，我是一直买那个摄影的设备，就是我想要让频道更丰富，然后多录一点小小的生活影片跟你们记录我的生活，所以我就最近一直喷钱换手机换相机。有一件超级无敌霹雳值得跟你们分享的事，我说要到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一个品牌的 party， 我超级有点开心的。好，我再吃一口，我就要跟你们说拜拜，因为我怕影片拖太长。我真的极力推荐你们去买这个，真的很好吃，很方便，然后不会到太贵。好，最后一口要跟你们说拜拜。喜欢记得订阅我，帮我按赞，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然后让我们一起破10万，因为我的订阅数都是因为你们，所以才有现在的我。好，那就这样咯，期待我下一个影片咯，拜拜。